请函邀请的是由陆军官校及校友总会负责承办，他们承办单位他们的考量跟规划，去对岸参加这黄埔建军百年校庆仪式，据我们有36个退伍军人社团跟退伍会有关系。那我们的了解，经过这段时间宣导，我们这些退伍社团去大陆的不多啊，我们也宣导到那边不要违反相关的一些国安法条例。据我了解，大概到我们政府陆军官校奉单的比较多。联络组主要任务跟三大退协，然后呢保证联系互动，增加台美退伍军人的一些情谊。那另外我们有18个荣官会，那荣官会在全美都有，我们将来希望能够继续扩张这个距离，也做好一些退伍的一些交流跟国民的照顾。